农历春节就快到了，不少业者都纷纷推出应景的好康福袋，而远东百货花莲店今年则是以好运 too much 为主题，民众只要花1500元就有机会把知名品牌20寸的行李箱拖回家，另外还有机会抽中120项的大奖好礼。远东百货航空的空姐呢，现在降落到远东百货了啊，请各位好朋友鼓掌。花莲原百好运兔福袋从7号开始开放预购，只要在全馆消费不限金额，就可以凭发票以1500元现金预购福袋，限量1000个，并搭配3重抽活动，超过120项大奖好礼，中奖率超高。而预购前300名还能把知名品牌20寸行李箱拖回家，可以说是相当超值。我们这次很难得呢，我们经过2年的 COVID-19 的影响了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在现场抽奖出来。那这次呢？回馈给我们的花莲的好朋友，我们这2年之内的阴霾一扫而空，我们这次可以在现场，终于可以自己凭自己的手气，把你属于你自己的奖项给抽出来。我们的中奖率有到12%，我们的 CP 值是大乐透的25倍之高，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，你要去买大乐透，还不如来买我们的福袋。有购买福袋的民众在大年初一，除了能凭手气抽出玉兔彩球，包含飞利浦全自动意式咖啡机、iPhone 14 Pro Max、LG 滚筒蒸洗拖洗衣机等120项大奖好礼，另外还有特别奖，只要有参加就有机会抽中原版168000元的商品礼券及光阳电动机车，欢迎民众前往试试手气。记者徐丽琴，花莲市报道。